你们两姐妹啊，都是一样的，一个是小妖精，一个是大象。哈哈哈哈哈！太过了，大象位置不好。妖精，还好只是擦伤啊，要是压坏了他的头啊，你一辈子啊都赔不起呀、啊。还好啊，只是擦伤了手，要是啊压坏了他的头、啊，你一辈子都赔不起。啊！你这只没家教的臭狗仔啊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别打了，别打人了，别打了，别打！I cannot fight！ 我想跟你讲，在后面。I got it。我想跟你在后面，在后面。你忘了？有一年呢、啊，你爬上树去采红毛丹，结果跌下来，还忘了你阿姨呀？啊？晚餐我们也只能吃咸鱼、咸鸭、咸蛋，咸鱼、咸菜、咸蛋。啊，对。来，不用，谢谢你。那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比勒迪尔达当。你说慢一点啊！说慢一点。扎卡拉罕拉罕，怎么又另外一句啊？你不是问我说慢一点吗？哈？怎么讲？马来文哈还是一样哈？哈？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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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干了，不干。不列的搭档，说慢一点啊！扎卡拉罕拉罕，怎么又另外一句啊？你不是叫我问我说慢一点吗？啊？什么啊？阿伯就是什么？阿伯。阿伯。